我是刚完的车站来摆着呢。10月5号，花莲站，花莲站。花莲站，花莲站。哎，就发现了，42.22分，我发现是8780，是3000斤，要3000斤，3000里。三，少两片子了，皮蛋豆腐哈。我再回来8772有啊。啥没有？8777呀！我再一回来了908，你说一下是两边左右我就发现，这感动的我啥也跑进来了。啊，可惜。不过下面看嘛，他们都丢不到这方面。我才刚好我的，你说一下是两边左右我就发现908也回来了。哇塞，一个900，哇塞，我的花园站今天总好幸运，拍到900又拍了人。是那个3000的。好了，如果你方便，就把咱们多多点我们在这方面。所以要买的研究啊，那再见。